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，今天向日葵带你们一起帮助市长促进城市经济发展，运营连锁杂货店，快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宝宝们快看，这是我们新开的超市，我们要先给货架进行装货，这里有好多的货架呢，快把它们都装满吧。我们的小车空了，得去把小车先装满。要去哪里给小推车装货呢？我们快去储藏室吧。现在可以继续给货架装货了。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第一位客人了，给客人准备好购物篮吧。这位客人想要什么呢？他想要香肠。客人想要的东西没有了，我们得快去把货物填满了。老奶奶要买的东西买完了，她要开始结账了。要时刻保持我们超市的卫生，所以要把地擦干净，这样顾客会很愿意来我们的超市的。来了一位新的顾客，看他想要什么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跟我一起玩游戏吗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T8 可乐姐姐，每天都有好听的故事推送给小朋友们。我们先去储藏室，准备好我们要上货的东西。客人要去结账了，我们快去准备好吧。客人想要的鱼没有了，我们赶紧给他补上。稍等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客人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跟向日葵学完更多有趣的小游戏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